好，前面是讲说他抱怨他的孩子很少时间跟他在一起，那后面就讲说他真正需要的这个不是什么锦衣这些什么啊美食，而是要他们真正真心的关怀。所以这个应该是事实上其实的意思。那我们就这样子修改这个句子，就应该要结束。那后半段我们应该就要用事实上其实，可以用 in fact， 或者是用 as a matter of fact， 还有一个写法是用 in reality 逗点，这个 and 就删掉了。那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呢，就是内容上才是能够贴切的承转过来，转移过来。事实上呢 ，what he really wants， 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 delicate cuisine 就是美食。他真正需要的，并不是那个这个三餐山珍海味，或者是 elaborate clothing。elaborate 也是一样，很精细的那些衣服 clothing 就是服装的总称。好 ，clothing。以及 majestic 是豪华，像皇宫一般的这样的房子，不是这样子，而是 but true-hearted concern， true 真正的真心的关怀，来自于谁的关怀？ From his children， 来自于他孩子真心的关怀。哇，这个句子内容是真的不错，但是转折的内容你没有写好，我们改这样子会比较棒。好，再来看下面，然后他又继续讲了 ，even just a phone call。好，其实这个用 just a phone call 就可以了。那 even 他只是强调，这个 just 也是强调啊，不过没有关系，还是可以接受的啊。那么 even just a phone call， 即使 per day 每一天。打一通电话 ，David said， David 说啊，即使每一天打一通电话，这通电话 can be the source of my happiness， 所以这个叫直接叙述，也就是说 David 亲自所讲的话的内容，那么用引号来带动，这个叫直接叙述法。就算每天打一通电话，那通电话也就是我幸福快乐的来源啊。好，这样子 OK。 后面他又讲说，这同学又写说 We were once， 以前我们也一样年轻过，然后呢也是一样精力充沛，跟他们孩子一样啊。我们以前也是完成我们的责任啊，毫无 hesitation 是什么意思？一点都不犹豫，马上说干就干，跟他们孩子年轻的目前情况一样嘛。我看了半天，我是觉得说这两个句子的内容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你放在这边反而没有办法一气呵成了。应该从这边开始 ，David 讲说，你就算打一通电话，我也是有一个幸福的感觉嘛，对不对？啊，没有，孩子很少时间在一起。好，后面应该就要接过来了。因此，身为老年人，我提出忠固。那这两句的内容，老师建议是怎样删除？不要这个梗在这边，哎呦，这个内容本来很棒的，一下子插入这两个比较没有关联的内容，这样就不好了。好，这是我个人的建议，那同学可以做一个参考用，你看看是不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好，接下去我们来看最后进结论了。Therefore， 因此 ，as senior citizens。身为老年人 ，senior citizen，we would order， 我们会愿意 order 就是口语讲出来，说出 our earnest voice，
我们真诚的心声 voice 就是心声，我们真诚的心声。好，下面一直到结束就是老年人讲出来真诚的心声当作结论。那这个写法还可以用另外一个表达方式，老师就写出来给同学做一个参考，一样意思一样，因此哈，身为这样子，那么身为 senior citizen， we would like to say， 我们 would like to 想要这样子说，说什么？这个就是直接说出来的话，这个就直接叙述句了。好，直接叙述就可以写 young man 年轻人啦、啊。好，一直写写到后面就结束啦。这个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好，这个就是用 utter 一样，跟 say 差不多。utter 什么 voice 就说出什么的心声。好，开始了。年轻人啊，这是针对你们讲的。哎呀，你们年轻人啊，要 spend more time with us， 所以用祈使句，一开始就是用原形动词，是针对你们年轻人说出来的一个忠固。好，所以你看 spend listen to 都是原形动词，有没有看到 pay？ 好，后面再来一个 you， 没有错，这针对你，你们年轻人，所以这个写法很棒。这同学能够写到这样子，表示他观念非常清楚了。好了， young man 年轻人 spend more time with us， 花多一点时间跟我们在一起，就是陪伴我们吧。 listen to us patiently， 耐心的听我们讲话。Pay true concern to us， 对我们要付出真正的关怀。好，而不要 instead of， 这是片语，好，补充进去的。而不要 deserting us， 而不要 deserting 就是抛弃我们。好，这个 instead of 另外有一个使用的一个片语，就是Rather than， 而不要抛弃我们。好，为什么抛弃我们呢？为了因为不可以抛弃我们，而不要抛弃我们。为什么不要抛弃我们？因为啊，因为要顺，你们很快就会 grow in age， 年岁 in age 就年岁就会不断增加。然后呢 ，meet the same fate with us， 那会跟我们一样。面对遭到好相同的命运，一样你们也会老哦，哎，所以不要抛弃我们，要关心我们。好，否则很快你们马上就变老了，又跟我们一样会遭到相同的命运。那么有同学可能在这边会怀疑说，老师 the same 后面这个不是用什么 us 吗？好，这个用 with 是正确的啊、哦、，the same fate with us， 这是正确的。但这个是指强调什么人啊，跟我们一样遭遇到相同的命运。那用 the same us 是强调事物，我们英文就可以这样子写，你们就会。遭遇到相同的命运，跟我们的命运一样 ，the same as ours。这个 ours 就是等于 our fate。你就会遭遇到跟我们的命运一样。所以用 the same as ours， 这个是指命运，强调名词。那 with us 是强调人，所以。写法不同，老师就顺便提供给同学做一个参考。好，这个同学确实有把他的心声讲出来了。
那么年长者的心声，大家看看，老师是觉得不错，虽然有一点细节上的一个这个修正，但是大致上是很不错的文章。好了，年长者心声，老师就讲解到这个地方。